望这样的一个回忆能够激发出更多人的想法。那我们呢，接下来请一些觉醒共同来分享啊，请他们来分享他们这里新来的一个心得啊。那这个候选人可以填名单，候选人按照他的依据，因为专业候选人拿到了这个有资格加入名单，先把这个几位确切请他们上台来分享，每一位确切5到8分钟啊，8分钟以上。或许会站住了，抢了您的麦克风，希望您多多见谅啊！因为去年有一个感觉欲罢不能，一个上来以后，请所有人到舞台上来啊，这样子叫难以掌控，所以候选人要希望各位配合啊，您来分享。